伊卡尔迪，你个叛徒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er， 欢迎大家观看最新一期实况足球2019 My Club 联机视频啊！我们现在是在进行1v1的等级匹配，选择的条件是相同等级球队实力等级。我现在四星级，评价723分。耐心的等待一下。哎，来了 ，Brancito Dopa， 781分，也是四星级，大佬啊！最近五场胜了三场，输了两场，可以，葡萄牙玩家。404 team not found， 比赛计划，窥一下对面的这个。我操，他去对面这个中前场，感觉综合实力要比我强一点哎，比我的中前场要强，加起来综合实力，就是后防稍微比我两个边后卫稍微比我弱一点。哎，调一下高级指示。进攻依然是老样子，优先接横传，然后紧逼防守谁呢？用了伊卡尔迪，哎，不防守伊卡尔迪，挺吓人。两个边后卫来盯对面的中锋，然后中场就3v3盯住，我的两个边锋来盯他的边后卫。好，开始。看来得做好防守啊，这对面中前场，尤其两个大中锋摆我门前，威胁相当的大。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晚的直播。所不幸的是，今天的天气阴晴不定，接下来阴晴不定，就跟我的心情一样，阴晴不定。好，比赛开始，对面先开球。双方的球迷，因为他们都是出了名的铁杆球迷，铁杆球迷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风雨无阻，什么都不怕，球员也不怕，球迷也不怕，这才是足球的精神。足球的精神，对，我就是铁杆球迷。好，断下来了。展现精彩的表演，这是一座。西莫尼也分给了左路嘟嘟，又找嘟嘟，嘟嘟先不着急啊，缓一下。好，二过一，下底传中，给个低的，哇，打在了立柱上。盖出角球，看能不能低一点顶到，点到了，比达尔，哇，感觉这个球要进了，这个门将这么牛的吗？有点反科学，那样都能捞出，都能抱住。哎，惯性有点强啊，延迟依然是有点存在的，但是这场好像延迟稍微好一点。哎呦，给我转圈圈在这儿。做好防守。好，想大脚找前点，没有找到。哎呦，没有断下来。空了，小心，小心！哇，危险啊！这个是大空当漏的。打到了嘟嘟，嘟嘟，我们也来个转圈圈。门迪上来了，门迪，看找一下西蒙尼，转给嘟嘟，哎呦，出脚就慢了。展示了华丽的技巧，不好耍，还是有点延迟的。精彩的对决，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！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。好，在中前场进行穿插，好，机会来了。森图灵漂亮。中场拿到球只是个开始，他们凭借着手术刀般的传球配合和冷静射门，抓住了这次机会。比赛的第一个进球终于出现了，现在的领先优势还很微弱，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对，说得好，
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德赫亚跟孔蒂之间，今天小孔蒂是接替这个范戴克啊，来，应该是接替马诺拉斯。哎，找到点了。防守，做好防守，靠伊卡尔迪，这球塞得太非常犀利的盘带，太有威胁了吧。大家都期待一脚高水平的传球啊，我不希望，我不期待。哎呦，爆射了，不看我全是人吗？我这门前都是白花花的大腿子，你还想怎么的？哎呦，跟我的套路有点相似啊，这玩家。哎呦哎呦，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，哎呦，佩里西奇啊，够，佩里西奇进了，这才叫射门嘛，直飞死角，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，毫不犹豫一记漂亮的射门，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。哎，双方的攻势很有可能会持续到最后一刻，这场比赛的门票实在太值了。进组向前场推进，试图直塞。嗯，塞的力道过大了，直接塞出了边线。日尔松。好，热松，哎呦呦，越位了。我看好像是越位吧，对，是越位。明知道不能传，但还是传了。胡斯克茨，都是进了。我现在才想起来一个问题，这个对面玩家替补阵容那么弱。待会儿可以撑得住吗？为什么他要选那么弱的替补？是不是他那个如果不用那么弱的替补的话，就到了五星级球队，介于四星级啊！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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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！我靠，幸亏防住了。好，危险危险！出出出出！犯规了。可能是没有那个。那么如果替补的话，就是介于四星级和五星级之间灰色地带，所以他为了跟四星级的球队玩家匹配的话，只能忍痛割爱了。好，上半场比赛结束，1-1，对面稍微有点占优啊，我觉得，对，控球率和射门次数对方都要高一点，中前场确实威胁比较大。上半场比赛出现了太多的机会啊，双方都将重点放在了进攻端，显然每一方都有机会取得更多的机会。没有，其实我的重点是在防守端。球迷感到失望，但是对于中立者来说呢，有这样的比赛已经足够了。森图里奥，这场比赛确实很摆脱。哎，这个塞的怎么离自家球员那么远？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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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对，联防没问题的。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。哎，不是，这嘟嘟怎么塞给那谁了？塞给西蒙尼了。库蒂尼奥，哎呀，这塞的怎么这么？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。是的，看起来像。居然犯规了。对伊卡尔迪进行了犯规。在这个位置进球，那就得来个惊世骇俗的射门。提醒一下伊卡尔迪，差不多点啊。面对，守得漂亮，球被门将。
将拒之门外。面对自己的主子，差不多点儿。哎呦，这个德赫亚这球手抛的有点危险了。好，分到左路，门迪，门迪内切，甘德雷，哎呦。甘德雷数值挺高，但是实际表现玩起来的话，危险危险！我操，干拉，这就是能力啊！姆巴佩的太屌了，没办法，这拦都拦不住的，空当一出来就凉了。好，我们禁区内小配合，机会来了。安德雷，好漂亮，扳平比分。就是要具备一种不倒翁的精神。我只能夸奖射门不错，但是防守一定要批评，太缺乏组织性，很差劲。把球传给了对方。我想现在这个教练肯定十分郁闷，球员们刚刚还在回味进球的美妙瞬间，却被对手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对面防这个出球线还是防得不错的，找我们的西蒙尼啊，西蒙尼想回做给热尔松，没有成功。他老是思考人生的，这出球太慢。我是有延迟出球，越位了。我是有延迟，有时候出球慢，你是大脑是在想什么？嗯，葡萄牙玩家是在想葡萄吗？哎呦，危险危险，佩里西奇差不多点，这还差不多。跟你说，你要是这脚球再射进了，直接就卷铺盖卷回家。换下人啊，中场的这三个大将都没什么体力了。安德雷换上贝尼亚特 ，B8 的中场老将了，在游戏里面还挺好用的。然后看啊，最后一个名额还是交给电脑吧。好，空了，机会来了，有了，哎呦，被扑出来了，我都准备脱衣庆祝了，结果给我扑出来了。还有啊，机会还有啊，来二过一，走你，有了，这次有了。关键时刻能奏效的战术，平时就要多练，这种努力肯定不会白费。反复的拉锯啊，是吗？我是属于连胜吗？防好，德黑亚来，把连火，把连火在玩什么？玩火吗？你在？好，幸亏防出来了，一卡二 D， 差不多点儿，一卡二 D， 你个叛徒！太让我失望了，真的是，你怎么可以踢得这么认真？嗯，第一次被扑出之后啊，反应很快，努力也没有白费，据说门将都会犯二，看过这个表现，我觉得来还这招被识破了。这场比赛真是失魂落魄啊，不对，是惊心动魄。哎呦，转向的那一刻危险啊，完了，凉了。德赫亚出击出击出击，我靠，我幸亏这个玩家比较犹豫 啊，感觉刚才心已经凉了一半了。
们的时间正在一点点耗尽。不错，危险危险，哇，最后这几分钟这么玩心跳的吗？我是在用生命在防守啊，同志们。刚才门线救险的是谁？不会是巴列霍吧？哇，好被动啊！对面的中前场又是发挥出来了。补时两分钟，快结束了。最后我看有没有时间。哎呦，应该左给左边的，给错了。好吧，我们面对我们的叛徒，两个叛徒真是火比较大。虽然是以平局收场，但却非常公平合理。今天没有失败者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啊，坤啊，你怎么总结？他们今天曾经一度掌控比赛的节奏，并压制住了对手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利。相信他们今天一定非常非常厉害。我们两人的评论到此结束。那么非常感谢苗坤，由衷的感谢涛哥。Come on.